潘瑋柏分手建设千金祕戀空姐，名牌皮箱曝光戀情。潘瑋柏被曝新戀情，对象是一名空姐。图翻社，潘瑋柏 IG 2018万0402。37岁的潘瑋柏出道17年，感情生活低调神秘。之前曾和宝茂建设千金杨富余 Baby 传出恋情，但据有人透露，似乎早已分手2年。最近潘瑋柏被爆出有新恋情，对象是一名上海东方航空空姐，两人还处于同居状态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有网友比对两人的 IG， 发现两人都 PO 出相同名牌皮箱，但似乎为了避嫌，照片都以不同角度拍摄，不过仍被网友抓包，让这段恋情露了馅。日前，潘瑋柏驾驶千万超跑违停在路边买豆花，之后又开车返回大直豪宅，身边没有出现任何女子，似乎对这段恋情很保护。潘瑋柏的名牌皮箱曾出现在新对象的 IG 上。图翻社，潘瑋柏 IG 2018万0402。对此，华纳音乐表示，对于艺人私事不予回应，未正面否认恋情。过去，潘瑋柏曾松口35岁结婚，不过去年又改口以事业为重，40岁才结婚。但如果碰到对的人，会认真考虑，没把话说死。